薛恩嘅坐骑佳旺财，亦都准备妥当啦，起步咁啊应声弹出啦，嗰只香港韵性好快闸啊，另外一只灰马咧电脑一号咧就喺后边包尾啦，呢只啊慢啦，咁啊香港韵性出闸快，但系捉翻住咯，贴栏放就系佳旺财超力神驹，咁啊佢嘅扣路亦都走埋上嚟好抢口嘅，出面第三位香港韵性后边双天至尊咧最出就系呢只精算风暴，大概喺第六位左右啦，咁啊嗰只咧就系嗰只大道至正就拍住自然君子，出边粉红帽就尽开颜，后边三只贴栏电脑一号。中间金地飞客冇脱节啊，出边就大道至正，去到六百米段处仲有一半啦。前边佳旺财仍然占先嘅，出边二叠二位就超力神驹、香港韵性、第三精算风暴、第四、第五双天至尊、第六就傲风云，咁啊攞出去就自然君子就拱埋只尽开颜噶啦。咁啊贴栏尾三就系电脑一号，中间就系呢只金地飞客，咁啊拍住嗰只咧就系大道至正都走紧上嚟。咁啊最后二百米啦，中间咧香港韵性占先，但系出边咧精算风暴个势。好輕鬆都要過噶啦！貼欄開邊都開始褪，但第三位咧就係呢只佳旺財，後邊雙天至尊啦、大道至正、自然君子接近終點，兩隻鬥得好激烈喎，拋得曬咯！香江穩勝又鬥精算風暴啊，兩隻好近嘅，後邊都近啦。咁啊，仲有隻傲風雲啦，中間雙天至尊同埋出邊大道至正，咁啊貼欄褪落嚟就係佳旺財，最出就自然君子。咁啊，依家尾四咧就係嗰只電腦一號，盡開顏白衫金地飛客包咗落尾，超力神驅散曬。第三組盡開顏啦，潘頓一步都冇喐過手嘅，沿途撳住喺後面就跟跑，所以唔需要理會佢個名次，姿態係全組最輕鬆嘅。全新蘋果馬網五大贏馬武器缺一不可 ，Fact Check 馬圈資訊，齊上齊落 ，Full Gear 送上。蘋果馬網反對通知書，有料一定贏。